TVB 艺人马国明、唐诗咏等4月3日以伴郎团的身份出席好友林子善和圈外太太在香港将军澳某酒店举办的婚宴。马国明和女友黄心颖感情稳定，当然少不了问一下他什么时候才能喝他们的喜酒了。什么时候到你呢？我还没知道。嗯，我知道的时候告诉你吧。好。另外，唐诗咏则透露，晚上婚礼后，一众朋友将会去喝酒庆祝。听说马国明是要负责顶酒的那个，话说他的酒量是不是千杯不醉呀？当然了。是啊，他不醉的。我们没有看过他喝醉，因为我从来不喝。虽然唐诗咏没看过马国明喝酒，不过当晚也应约到场喝喜酒的黄心颖应该就见证过男友的酒量了吧。其实马明就比较很少喝酒的，但是我有看过，他是绝对是很容易醉的人，因为我看到他只是喝了几杯而已就已经很嗨，就变得很像小孩子一样，就会笑得很开心，多了话要说。魔方传媒香港报道。